吃好晚饭，没事干，看我玩植物僵尸战，拿出我的奥特狗头，记得三连三连。什么？这是说的乱八七糟的。奥特狗头。哇，章鱼哥还有，这关还是很简单，老规矩。还有倭瓜，还有倭瓜大哥。这个是近程的，远程的呀。近。近的，远这个放这打不着他。对。放这个是吧？嗯。这是啥声音啊？青蛙声音啊？不是的。还吃掉了。完了，倭瓜也发怒了，二爷发怒，倭瓜也发怒，这是什么？放狠招了我。放狠招。还是放的感觉。章鱼哥来了，天哪！给窝吧呗。一下就破出去来了。牛啊这！牛啊！章鱼哥，你下去了吗？章鱼哥应该以后不再嚣张了。章鱼哥知道错了吧？章鱼哥，章鱼哥先生，请解释一下章鱼哥先生的生活。糖果。糖果。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再见。